进入红行，将江湖严刑封印，殿中有龙，龙中有人，唯有孤酒一料，不食殿龙，不足漂浮。世事不如妙面洞风，风归无魂，但留一身清凉潇洒，乃人生必要。山鸟起，山鸟起，风细细，意悠悠闻笛路。是哦，顶一回我看到那套林红军，讲起来威风凛凛，真凶恶。但昨日又在赛区见到有人的万灵手，打得众多十足，我嘛真介意。现在我烦恼了，不知该学哪一套才好。哼，你呀、啊，就是三心两意。做人做人是专业，有人最怕是自心。你现在什么拢无少年，只要练你的心。练得灵，只是专业，专心一致，那再来练拳也未迟。专业，你是讲你的一技特行吗？千千万万，也是由一开始；千千万万，最终也不得意义。事无专好，也无专歹，专业之中，最终必然出乎你之意料。这种道理真简单，但要学伊真困难。这可是真有难度，将一连枝结地，那一就不再是一路。五片狗五虎最厉，凤西西，你的另一个西来路，另一个西，啊，是伊。感谢西九三，你全身除了那两只手最我以外，就是那几片最灵。好，老西就放心，你的哦，是无经营。只爱你尊高。三木中人所托而已。哦哦哦，暗得真感谢。哈，那老西我先告辞。不讲，人我拢带你找着了，再来爱靠你自己。多谢。不减昏睡，如雷贯耳高惊，想未到竟来到高州一日欢迎，三娘温秀失敬。你的有何诉告？无情不告，诉告真难当，只是有事一求，胸襟跳碎。哦，是伊出的难题啊！哈，既是福建亲身前来，又是感谢三爷指引，三木应有提携之力，请带路吧。那山鸟翅我呢？唔得回家吃饭，唔得你家母母都吃味。好。这回又对不住了。就是此地，人妖，赶紧去做难关。自罗先生为福建摆渡，这次难关，吴金辉三母一支手无法过关，因为大嫂魔刀之行，金米布之力，三娘温秀虎骑行赛，请福建战备一兵，三母一击破天关，只见三娘温秀。右手缓缓解开左腕当口，左手慢慢伸出，一记击平，瞬间发消。哦，
出身立功过，文强一级，智勇一头天官。目标一路就会心中狠心，三更平如四九。听人一定，哎呦，献酒献酒，我坚不可见怪。哪里坚看得出，心胸处理，作为孙兄。但不过这个酒，三毛是无想太动容了。毕竟君子爱靠火把爱叫，不容是当无别好。心胸真乃水酒，既然天官已破，三毛不负所托，也该回转再次营销。三毛期待大师功成，无悔有期。平凡之不平凡的歌手，文星所托，三娘文秀又回高州一场欢，来告中道。三娘文秀，永恒世纪，万岁天欢大酒共庆，定是九月东燕分红，威震惊天。下出金冠，文将休息，看各号重班，应是东燕资金。我继续，我乃东燕分红，永文不敬我何忠良，三娘文秀，但终于见面了。昨晚英雄两不相逢，文红何来此意？九人之头，只为一问，高出不留地。哦，我来各下要将三宝为难喽。文将之何不为人？